中韩两国是有着深厚历史渊源的友好邻邦。中国人常说远亲不如近邻，韩国也有句俗话叫三个铜板买房屋，千两黄金买邻居。今年是中韩建交30周年，30年来中韩关系经受了各种风云变幻考验，实现了全面快速发展。事实证明，中韩之间不是对手，而是利益交融、优势互补、潜力巨大的合作伙伴。我们愿意同韩方以建交30周年为契机，弘扬友好传统，深化互利合作，更好实现共同的发展。